前迎来出道7周年纪念，四位成员都在第一时间发文庆祝，粉丝也纷纷为他们送上祝福。而早前基俗在直播中跟大家预告将有好消息，让粉丝都猜测全员续约成功，但没想到近日却惊传 Jennie 并没有续约。有歌迷发现，在 BLACKPINK 官网贩售周边商品的地方，唯独不见 Jennie 的商品，让粉丝开始疯猜，这是不是在暗示 Jennie 即将离开 YG 娱乐？瞬间就在网上掀起热烈讨论。有人认为 YG 娱乐并不是好公司，离开了会更好，但有人表示 BLACKPINK 少一人就不完整了，很难再支持。更有粉丝坦言，虽然已经有预感，但还是会难过想哭，而公司目前尚未做出回应。